阿姨，阿姨，啊，那个刚才有两个男生跑你们宿舍去了。啥时候？就刚才呀、啊。你看见了？啊。我快去看看去吧。你坐这儿、啊，你给我看着啊，男生不能进来啊。啊，行。好学生，看好啊。来，欣欣，你多吃点欣欣。不。卡门呢？卡门呢？哎呀！哎呀！啊！等会儿的，我就不去。等会儿我怕他，包。等一会儿。卡门呢？老师，我正在穿衣服呢，老师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房屋呢？李博，你有本事闯进去，你有本事开门呢？开门呢？我知道能在里边了。你有本事闯进去，你有本事开门呢？开门呢？阿姨好。阿姨，干啥了啊？我敲了那么长时间门，咋不开门呢？刚洗完澡，然后刚穿上衣服。哦，这屋里边啥味儿？像一股火锅味儿了。阿姨，那个我太想吃火锅了，然后我就买了一瓶火锅香水。哎，那你吃点香水？来，喝。那这是啥？阿姨，这个特别适合你，超级适合你。这个吃完了特别滑溜，特别顺滑。你看她怎么身材保持的那么好，她便秘。我也是啊。哎呀，老师，你看你便秘这满满脑袋都长痘痘，可多痘。拿着，你吃这个。这不好吧？我自己买。拿着。阿姨，谢。阿姨，等会儿啊，起来。那是啥啊？不要说它是我的洗脸盆，你信不？洗脸盆呐、啊，就因为平时我脸太大了，买的有时候宿舍没有热水嘛，倒点热水进去，然后就它自己会就是像暖宝宝一样自动恒温，自动恒温。这是啥？这是我的床，沾边去。这边去。这是啥呀？给我解释解释。我是想安静的做条鱼。哟嘿，真的呀，还挺有艺术气息了哈。啊。这画叫啥？蒙娜丽莎的微笑。这还挺有质感了哈，这皮肤还挺有弹性的啊！我别装了，左恒，我下来。我是想安静的做条鱼。快点的，我下楼。把你俩打扫走廊一米外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上车去吧。走，快走。